缤纷色彩描绘了马六甲城市的热辣滚烫，承载了马六甲历史的纷繁跌宕，讲述了马六甲文化的灿烂多元。Hi, welcome. Selamat datang ke Melaka Kampung saya. 蓝色是大海馈赠给马六甲的浪漫和机遇。马六甲海峡位于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，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重要水道，自古以来就是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。在马六甲海岸线上，伫立着著名的马六甲海峡清真寺，无论白天还是夜晚，它都是蓝色怀抱中一颗璀璨的明珠。郑和下西洋时，马六甲还是一个年轻的王国，当时的国王拜里尼苏拉曾经乘坐郑和宝船去往中国，拜谒明成祖朱棣。与明王朝一样，马六甲王室对金黄色也情有独钟。马六甲河畔这片出挑的砖红色是马来人的传统房屋浮角楼，小楼外的装饰透露着主人的小心思，无论在哪儿，日子都要过得多彩，如同马来人最爱的椰浆饭，看似平淡，实则滋味丰富。大航海时代到来，马六甲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世界焦点之一。16世纪，葡萄牙人在这里修建圣保罗教堂，是现今东南亚最古老的欧式教堂之一。荷兰人在1641年建造了著名的荷兰湖屋，如今是马六甲古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。荷兰湖屋前的维多利亚喷泉则出自英国人之手。卡通三轮车是马六甲一道绚丽风景，大部分车夫是当地印度人。I'm local Indian. I love this job because I find many people, many country people I find.印度人从家乡带来了拉茶，在马来西亚发扬光大，成为马来西亚引以为傲的国民饮品。印度美食滋味辛辣霸道，让人印象深刻。印度建筑和沙粒秉持同样的风格，色彩绮丽浓烈，耀目而持久。马六甲古城是华人的聚居地之一，这里的华人的会馆和寺庙以庄重内敛的棕红色为主，以岭南福建一带常见的精致的彩色雕塑做装饰。华人也带来了家乡的味觉记忆，丰富了马六甲的饮食文化。机场街是古城最热闹的地方，夜幕降临，机场街迎来每周最高光时刻，向全世界游客和食客敞开怀抱。2008年，马六甲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。马六甲这个连接东西方贸易的港口，不同文明交汇的舞台，历史与现代交织的十字路口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，
正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向世界展示着美美与共、和和共生的美好景象。